酸甜可口的松子鱼来了，你知道怎么做才好吃又好看吗？一斤左右的公鲈鱼，改造教程再下一个视频，裹上蛋液和炸粉，调一个番茄汁黄金搭配，一定要烤的哦。料层油温下锅炸鲜炸肉的一面，分形后放入锅中，两分钟后反过来再炸一分钟捞出，再用番茄酱烧开，淋上一勺热油出锅。